的吗？太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只有七个人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少一个？哈基在洗澡，哈基就准备来了。没有，哈，我刚刚听到在外面，就是他好像好了。OK， 然后来喽，先开。哇，那你们先开，我可能晚个三分钟五分钟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我好像音要用错了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开到 FB 去了。呱呱呱，有点特别。呱呱呱，呱呱，是有人在放屁。啊！我现在放屁，我是勾五声的，我现在是勾五声的。不是，我可以把它勾五声。有了，有了，有没有灵魂？有了，有了。你的屁没有灵魂。你的屁没有灵魂。有了，有了，有声音了。我的天哪，好吵啊！喂喂喂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！给发发开场，给发发开场。好的，来了，大家安安。我们今天是快乐礼拜三的 Amigo 游戏团。那我们大家好，我是发发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发。然后波波接手。哦，好，嗨，我是波，团团接手。嗨，我是团团。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Unicorn 好了啦 ，Unicorn。哎、欸，我是小雨，好爽，哈基啊、很强、欸，被超过了，哈基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上去了。下一个繁星。哎，我是繁星，下一个音乐。耶、yeah, ！我被跳过了，耶、yeah, ！下一个阿旺。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旺，我要回到最前面，欢迎发发。哈基真的被跳过了啦！哈基还没来啊！哈基不是嘴欠、啊？耶、欸！我是蚂蚁，今天还有哈基跟蚂蚁，不过他们对晚点才会进来。对，有看哈基已经在开了。第一，我等我一下下，我好洗好澡。好，那今天就来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置。今天人没那么多啦，对，今天大家比较忙一点。嗯、对，那我们虽然我们今天有看一下问号，啊，问号。好的，是我们等等会出现的配置哈。我们的杀手，我们的鸭鸭只有两只。哦、嗯，对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有一只鸭子就是选间谍。那间谍的功能就是说呢，如果呢你是唯一投票一个投票给我们玩家，你回到游戏之后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角色他是什么额或者是什么身份这样。哦，对，就是可以帮你帮助你去排坑，然后呢，或是可以看到说哦，这个就是你要杀的，你就可以去锁定他这样。哦，跟踪他，对，就可以跟踪他这样。对，那我们的鸭鸭的我们的鹅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是有一只模仿鹅。简单讲，模仿鹅就是我们的诈欺师。诈欺师，对，就是在鸭鸭阵营呢会看到，现在照理说应该只有两只嘛，就自己跟另外一个人。可是呢，在他们的视角会看到三只，就有一只其实是有一只是假的，假的，是假的，对，诈欺这样子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正义使者。正义使者呢，简单讲就是可以随便乱变掉其中一个人，这样，不管他是正义哦，他不管绝对正义，他没事哎、欸，好棒哦，他就是正义的一方，好不好？没错、欸，我就是正义，他说谁坏谁就会。对，他那个他没有像警长说什么变到好了他会死掉，没有，没这回事。哦，他就是直接变了，没事。对，直接变一只。哦对，是很蛮刺激的 哦，所以你当到正义使者请慎选啊，请慎选哦。看到人就变，太过分了。谁跟在我旁边，我就变他，我就变。然后变变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呆呆嘟嘟鹅就是呆呆鸟，就很简单嘛，就是抖 n、啊、对，抖 n。对，目前我们的中立就一个，没错，被飘出去就行了。其余不知道这样子玩起来会不会是爆炸了。对，不知道，先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可能要试看看。你、欸、自我介绍啊，好。哈基自我介绍。哈基内麦。有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基。超小声。你是不是关错东西了？关错了，关错片了。我是哈基。哎，头发很湿，哈基。那、可以吹一下头发，你可以想要先关麦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哈，我们这一次那个地图啊，是之前有玩过，是类似鬼抓人这种，但是呢，我们狼人杀还没玩过的。
对，所以可以试看看这样。好的。美丽，那就等大家了。好了，对哦，我按准备，按准备。对，是你啊。那等下讨论是 DC 吗？那我讨论在 DC， 以统一在 DC 好不好？统一在 DC。好。还记得，那就出花。出花，关闭麦。哇，是。影月没关，你是什么？你没关。他是。什么？对啊，这就上次氪金氪很久的啊。你的心有一道墙。啊，白痴哦！哎哎，哦，哎呦！我来说说，我来说说。哎，内麦内麦。啊，关了关了，我来说说啊。我们走在左下角，看到了发发跟波波，然后旁边多了一块肉。对哦。然后他发发。波波对着发发说：“你要怎么解释？”波波是波波杀的。然后我要另外说一下，我再另外说一下，我是模仿，所以他可能把我认成自己人了。哦哦哦！那等下我要举手说，你今天还要只有一个人。等下这一只羊，我忘记调到白是假的，只有一个，我忘记调吧，没有啊，出事了，有两只羊，太惨了，那先票波波好了，改票波波好了，出事的，我第六感很准呢，好好笑啊，哎，不是要票我吗？我也是狼哎。你也哈，你是狼吗？他肚肚吧，他肚肚吧，他会不会是肚肚吧？我是狼哦，哎，真的是肚肚哎，太呆了，太呆设定啦，哎呦，你怎么有一只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头饭了，以为是头饭，可惜不是。我是在外面听到声音，哇，你干嘛？你疯了你！哎，刚刚那一场没加钱呢、欸。太快结束了，太快了，太快结束了。我的天！有了，太好笑了。被白痴发。阿旺有内麦了。对。好。我刚刚在阿旺旁边，我就想到是我没声音吗？是吗？我刚刚差点就把你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正义使者，然后我一走靠近，然后看到左下跳起来，我说我解这个任务，然后差点就按下去了，差点出事，差点出呆，好笑。好的，来吧，来吧，哎，对，这张图这个来往返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。好，好。我是小鱼，鱿鱼。干嘛？哦，哦，嗯，是微波的啊。叮，复活 ，Hello， 说，
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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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！太难走了吧？干嘛？救命啊！八怎么了？真的死人了！你看他祭死了！啊，真的他祭死了！他祭我没看到哎，他祭死在哪里？他在哪？没看到啊！他是死人，没有，这是拍桌的，这是拍桌，他就时间够久了吧？拍桌啊，这是拍桌。哦，还有，因为波波说有死人，波波刚跑过来说：“哎、欸，死人了，死人了。”然后就对啊，然后他爸就去拍桌。没有，等，我先说死人了，我是说有没有死人，有没有死人，然后你是不是呆呆？解成说死人了，死人了，是不是？我又是嘟嘟，是不是？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我目前刚刚这样子看下来，是不是？是有阿旺没看到啊，还有小雨啊。哦，喂，我没看到阿旺。欸、小雨来啊，小雨有，有小雨有。我还听到你说什么正义的法锤嘞。对了，那这样，你不对啊，可是阿旺好像也在啊，他刚好有听到我们正义法锤，哎、欸，还是嗯，隔墙吗？我是没看到繁星了啊，我看到那个嘞、欸，团团隔壁间，对啊，在隔壁间，对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繁星，对啊，可是没有看到月月呢。月月，我最一开始有遇过，然后后来就可是月月后面就不见了耶。那我刚刚还经过你旁边，你还说我不见了？那很后面嘞、欸，我是很前面我中间是往上面走，然后有遇到小雨跟团团啊，嗯，然后后来往、欸、那边是哪里啊？我没有地图。对，忘记地图了。对，那标一下地图，我找好久。对，哎，我是有遇到其他人的啊。嗯，我是完全没看过繁星。我觉得是小雨他踩我。我没有踩你，这只是没看到。他现在就踩我了，他踩我踩得很大力，没看到我。他踩得很大力，不觉得吗？我只是说我没有看到你，啊，其他人都有看到。那这样我们要投谁？嗯，还是我去变繁星？不行不行，我任务快做完了，不行这样子。你看，这两个都踩我了。这地图，我用正义的拳。好，自由新政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好好好，自由新政啊！啊啊什么？你不知道投谁？你要说自由新政，自由新政，然后不知道投谁，随便投了。如果等下有人出去，嗯，哦哦，啊，怎么是这个被投？哎、欸，嗯，啊，这样出去吗？哦，有哎、欸。有，然后、啊、他怎么没被人家讨论，他就出去了？为什么？好爽啊！为什么？我投小雨哎、欸！我看到人，那我不要回应好了。突然说他，我看到他，但我不要回应好了。为什么在这就结束了？对啊，我投对了嘛！好扯啊！好扯啊！好扯！我那时候最后是选小雨啦。嗯，我也选小雨啊。我选阿旺。我选阿旺。为什么你会选阿旺啊？为什么选阿旺？因为刚刚阿旺完全没有回应好帅，好扯，好扯，他们赢，超扯，好傻耶！我直接，因为我想说，嗯，我想说，阿旺一定不可能杀哈基吧？直接杀了，对，是我啦，是交易杀的。我躲在箱子后面，结果里面一堆人经过，刚好那边是阴暗死角。内麦，对，没有那时候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是我跟那个影月确认过眼神的，然后我就我们去砍他，怎么确认过眼神？然后你砍完之后，我就默默走掉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去解那个啊坏人的任务啊，我还没解完那任务就解掉了。哦，对啊，原来是这样，确认过眼神，确认过眼神。好坏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好笑。哎、嗯，波波，你差点就要死了，要不是上去遇到正义的法锤。
对啊，我就是谢谢。那我们就先维持这样子试看看的哦。好啊，就我们的这个锤都没锤下去耶、欸，不敢锤吧？这很快，一下就没了、欸。现在敢锤？对啊，人太熟了，不敢锤。锤锤错，整个情绪会反过来。对，要跟蚂蚁讲一下正义的法则。要跟蚂蚁讲一下。哦，对啦，蚂蚁跟你讲一下那个职业。鸭子呢现在是两只，然后呢有一只鸭子有职业叫间谍。间谍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唯一一个投票给某一个玩家的话，那一轮的开会之后，你在游戏内就可以看到那个你投的那个人的职业是什么这样子。嗯 ，Yeah。对，然后模仿鹅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诈欺师，简单讲就是在鸭子的身份，你会出现在鸭子看他同伴的名单这样。然后呆呆鸟就是嘟嘟鸟就是抖 N 这样，要想办法被票出去。然后正义使者，你就把它想成你在一场游戏中，你可以直接杀掉任何一个玩家，就这样。警长，不管是好还是坏都可以。你开一枪。对。然后他比警长 OP 是就是你砍到好人，你也不会爆炸，就这样。砍错了，你还可以继续活。你是无敌的。你是无敌的，就这样，想杀谁就杀谁，除非你被杀了，小心一点。没错，来关内麦，老弟，关第一关内麦。关。你是什么？我其实还没有去过那个耶。那个。我去过传送的。这里啊。转啊，踩上去就好了。他哦，没有要照他的那个顺序选呢、啊，哦，外圈的顺序可以。都完成了哦，哎哦哦，等等，不是，不是。等一下，哈？那个是不是马上？是不是你们那边加拿大了？那个不是没有加拿大，没有加拿大。好，你讲。那个。我在看一下正义的法锤要怎么用的时候，按到了空白键。然后不是我刚要解释，我刚要解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那个啊，我的就我说等一下。”你被锤扁了，他不给我解释啊，月月对不起。不是，你们有锤个尸体，有人不慌吗？你要听我解释啊。那把锤锤上去了，那我们这样该怎么办？我就叫你等一下嘛，你怎么那么冲动啊，年轻人？没有其他正义的法锤了，除非永远是正义的法锤，有没有？刚好被我倒掉啊！哦，你是刚好悍跳之类的吗？我觉得几率有点低啦，这个。而且你刚刚肯定我对话应该感到很真诚吧？我知道真诚。但是我还是要喊的，不然好啦，也没什么吧。啊，那有没有大家觉得哪里怪怪之类的？我刚刚帮你们，我帮你们开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运输车。哦，现在可以来往，现在可以过去到另一边了啊。对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快先被吓死了。我觉得哈基是好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路过发发跟哈基。因为发发直接去解任务的感觉，他感觉应该是解任务，应该是好人，应该是好人，应该是好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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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是鹅肉面，我看谁最可疑哦，鸭肉面，你看后面，好，那就发发了，啊，哎，真笑，我这一死者哎。真的不小心按错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本心该不会是怎么啦？我吧，啊，怎么又是你？都你啦！刚听到小雨说，繁星该不会是？是你说。不是 啊，旁边有尸体，我不得不拍啊。没有我，你要听我解释啊！你刚才那左右扭，左右扭。啊，我刚刚就是开会让你解释的，不是吗？我还有一枪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这个任务是干嘛？等到发送完是不是？
你不用理他吧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时间到死？哎，这一发是干嘛？会怕，会怕，会怕。主要是我们三个啦，哦哟！发发发发发发要杀人，发发要杀人呢。怎么又是打蚂蚁的啦？还好不是打老鼠，老鼠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。哪里？怎么笑那么开心？哎、欸，死很多人呢、欸，两个。我们发现小雨死了。对啊，我发现小雨的司机、欸。我觉得团团有鬼。团团有鬼。团团都没有看到。团团刚刚从另外一边。没。然后小雨的司机没有吧？没有。No。没有。欸、是他了，是他了，他心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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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心虚了，心虚了，心虚了，你心虚了。我刚刚说他在哪里啊？我是怎么看他？他在另外一边，那个同他不是身左边右边吗？啊、哦，小雨的尸体在右边的那个船一下来的地方。我觉得他死很久了，而且你刚才从另外一边传过来，所以就是你啊。没有，我刚刚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在 右上角的最上面那边啊，然后呢我就直接走那个传送装置过来啦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边。可是你过很久才回来，因为那边还有任务啊，我要先解任务啊。没关系，我是正义使者。有没有人可以保团团？嗯，没有可以，你们有人可以保团团吗？我没有遇到，而且他见过，而且我们很棒，我们还先做完任务，然后才拍桌。再举报，再举报。但是蚂蚁刚刚不是跟你吗？他不是在跟你结任务，然后还有哈记。哪有？我是哈记，他最后是跟哈记待在一起。哦，那没关系，下一天就是哈记了。下一天就是哈记了。我觉得下一天就是哈记了。伙伴，啊，呆呆是谁啊？好恐怖哦！结果是团团是呆呆啊！我也认了。欸、想不到吧？那、哦欸、真的是想不到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该不会想不到吧？被工作一轮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烦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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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总是这个啦。啊，这好难哦！白痴哦，这里太难了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哦，砸哈记，砸哈记。干嘛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想说，我可以再等一下再举报的，我在等人来发现我哎。哦。他好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奇。
刚刚直接拍桌，不要管那个卫生装置。搞不好那个不能拍，就是不确定能不能拍。好像可以耶，因为刚刚你的尸体，然后我已经有那个亮灯，然后我们在拍桌。哦，那应该可以。刚刚一到发发，我的 CD 还没好，我就说那个长亭。什么？他记错什么？没有，就是遇到发发了，说发发，我时间没有，说、欸、发发，我可以跟你走吗？可以跟你走吗？我好害怕，好好，我看一下地图啊，啪啦，真帅，这个骗子，就是这结局最可怜的还是陨月，什么意思？一秒就被锤死了，然后我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找说这一次的技能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就啪去，我加十秒。之前是你嘛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、哎、啊，我还记得。我跟他分析说，该不会那个繁星是那个间谍吧？他投一票看人家。然后我说，好像也有机会耶，也有机会，然后就把我砍了。耶啊、麻衣那时候是那个奥皮嘛，扎基斯那时候我是跟团团跟麻衣三个人，三个红字在那边，我就想好，我就直接随便刀一个人看。哎呀，你们刀呀？那你怎么刀对人？做刀头对人。他在解任务，所以我觉得他怪，就应该就是。然后我在到处乱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出生呢，你不可以这样哎。哎呀。啊，那就再走啦，走。Let's go。嗨，插头？什么插头？你是好人吗？插头啊，那边任务啊。你是好人吗？阿弟呀，请问你们是好人？请问刚刚有人说看屁？谁啊？哎。什么东西？嘴发吗？哦，什么东西？手吓到。嗨，嗨，我可以保阿旺跟麻衣。我刚刚左下角在那个发动机发现了 Bobo 的尸体，可是我没有看到附近有人，而且我跟那个哈基跟阿旺从另外一边搭船过来的。嗯，发电机、嗯，发动机吗？嗯发动机，我们从那个，我们从那个底下出发港那边过来的。对对对，出发港过来。嗯，我们从另外一边过来。那尸体在哪？尸体在发动机那边。发动机在哪？发动机在。有发有电，看到地图，看到。维修室的下面。哦，那边。哦，我在黄区遇到阿旺哎。那这个尸体应该算蛮新鲜的，因为我是从发动机上来到那个农业那边遇到大家的。哦，那蚂蚁有，就我不保蚂蚁了，不保蚂蚁了，因为有可能。不能倒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从出发港过来之后，然后我在那边解任务之后就走散了。嗯，哦，我是没有看过 Bobo 了，在更前面的话。我最一刚开始是有看到，但是是在出发港那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边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怪，然后就离开我了。我是在我很早的时候是在右边，然后船过来之后，我就走到那个上面农业那边看到大家嘛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往低温实验室走了，所以我没有往、我也没有往发动机走。该不会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
该不会？那你们再想想。没有啊，没有想你啊。来，再来自由新政喽。哎呦，自由新政，自由新政。渡渡鸟投自己喽。嗯，渡渡投起来喽，搞不好你有两票你就出去了。搞不懂，没头绪啊！对，画面还没结束，到你的人出来之前，好像会漏音，对吧、啊？对，所以自己小心啊！对，哦，这边还是听得到的，这边哎、欸，你听得到的？谁啊？那么坏？蚂蚁赢了啦！笑死！妈的，哇！哇哇！嘟嘟你好强哦！今天这是有十四有几个 OP， 好强哦！不是啊，我的妈耶！嘟嘟胜率太高了吧？不行，我觉得嘟嘟封印，嘟嘟鸟没那么容易赢吧？所以刚是谁杀的？阿旺杀的吗？不是，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杀人，刚刚是我杀的。我杀了，然后我就走，我就钻那个下水道走掉了。这里面怪怪的，我又投影月啊！开始音乐就是我大哥了，杀哈基了。然后把杀哈基就我弟在旁边，就杀不了。刚刚布布走过我身边，然后我本来没有杀他，他说杀我啊杀我啊，就走，我就回头去杀了他，就走。不是我们没有杀我，你是听错人了，你是听错了。好扯哦！你听错了，好笑，我听错了吗？啊、你是不是听到了、欸？错了，我没有讲。连布布讲话大家都听错了。完蛋了，当杀手都会觉得他在诱惑我杀人，他诱惑我，他想要让我抓着他。这块肉好香哦！我现在偷加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，练哦，看到有人是绑在一起的哦。啊，所以两只会暴毙吗？会一起暴毙，应该会暴毙。如果咬到一个的话，成为最后三位幸存者来赢，所以是有三个人哎，不，三个的时候就赢了吧？练人加一个人，他们就赢了。对对对。没错，所以就是、看到恋人的时候，如果是那个正义使者的时候，我就可以，不是最有没有最好最好一起死吗？会啊，会一起死，所以可能你跟团团是恋人对不对？但团团被刀，你在我面前就会那个爆炸，然后小雨在旁边看到以为是我杀的，哇，这更混乱了，会这样子哦。对，所以呆呆还在啊，还在呆呆啊，不然呆呆拿掉好了，呆呆拿掉，好可怕，不行，今天度度胜率太高了，对啊，不是讲自由新政就会赢哎，好恐怖哦，对啊，不对啊，我那场也是自由新政啊，怎么我们去庄园啊，去庄园，去庄园抓 CP， 跟谁？庄园抓 CP 啊，看谁是 CP 啊。来了，该不要重勾吧？啊，我要重勾哎，好了，重勾。那你勾一下，勾一下，也勾两只哦。好，对，要勾两只。哈哈哈哈哈！只有一个，有两只，两只。上一场我是正义使者，有人说要不再去锤你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坏哦，就少一只鸭了。早知道垂下去了，垂了，真可惜。哎，刚刚有人说我是有跟发发讲说杀我杀我，然后雨夜在转角听到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就有听到嘛，我没听错嘛？不是，我是发发，我听到了嘛。爸爸准备哦，你还是不说嘛？哎呀，爸爸准备了，就说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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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哎呀，锤我锤我锤！卡加，卡扎，卡扎。你有看阿旺吗？没有，你找他干嘛？
他弟说他在找阿旺。弹钢琴。阿旺，他弟找你。哎、欸，是蚂蚁哦。啊！艾露，艾露啊！蚂蚁，蚂蚁，蚂蚁，蚂蚁是蚂蚁什么？没有啦。艾露怎么了？艾露，艾露把我桌上的玩具咬走了。不是啊，把我桌上的垃圾啦。玩具。蚂蚁在隔壁哦，你要到我小心一点啊。哦，蚂蚁在隔壁。哎、欸，他在找你耶，你们怎么了？嗯，同时，我捡。嗨，嗨，哎，哎呀，我错了。嗨，又见面了。嗨，跟着人走，好恐怖、啊。我好了，我任务结束了。你嘞？哦，还有一个，我陪你啊。我的左上，我的左上。对啊，我要我们要进入禁食场，我们要走。你们怎么可以冲伤口？嗯嗯。找你耶。那我刚好看到他一下，他后来就走掉了哈，我不知道。没哈记是不是死了啊？没看到哈记耶。那你有没有 CP？ 你有没有 CP？ 我没有。音乐还活着，音乐刚还活着。看到音乐哦，音乐还活着。好啦，去找他。阿伯伯嘞？伯伯是不是也死了？伯伯跟哈记死，哎，还音乐。哎、欸，雨月在，雨月在，多久多久多久？你们是会卡啊？啊，哎、欸，会有一点。我看还好哎、欸，我看他会瞬移瞬移。找哈基的尸体了，找不到了。哇，哪里呀、啊？我发现哈基的尸体，他在哪边？你怎么求嗨嗨？你什么哪里哪里？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他在那个庭院靠学习室那边的出来的，然后那边有一坨叶子，他倒在那边。哦哇哦！啊，你刀刚在哪里啊？我们都没看到。不是，我不是什么，就是我刀在哪里？我没刀。没有，你在哪里？没遇到你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庭院。嗯，因为我想演说我的小孩生出来了，谁能救我去医院吗？你懂吗？然后结果那紧急任务没办法，要治好那个了。为什么你要演这出啊？什么鬼、啊？什么意思？然后你是怪你是不是不用解任务啊？然后这时间我需要解任务，我应该没有事。我觉得他怪怪，你是不是呆呆呀、啊？我真的没有肚肚的哎、欸，有肚肚吗？没有吧，那就是没有的。没事啊，没有肚肚的话啊，你就是没挑到的。不是，你让我想一下耶、欸。我当时我都在一起、欸。王八，我们刚刚那么好。哎、欸，他说我王八。哇，这么气！哦，不行哎，不行哎。哎呦！哎呦！什么奇怪的人身上有一票啊？啊？寻找着。嗨，我解完任务了。我解完了。嗨发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点火柴怎么点。哦，点火柴那个我也觉得很难点，超难。哦，到处撸就好了啦。到处撸就好了，没事。啊，我之前也是到处撸，但是没有撸成功啊。失火。失火啦！那繁星是好人吗？我好人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？哎、欸，这要怎么点啊？灭火全是倒出来了。我在灭火，我在灭火。怎么一灭啊？危险！可是没有人救火。哦，有有有。有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剩下的嘞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觉得法法有问题。如果狼都被投光了，情侣应该也不会获胜吧？嗯，不知道。吃饭喽！加崩加崩加崩喽！哦，这边很危险，不要弄。我们要，我们要找去死去死，我们是去死去死团，我们要找找人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要找一下。啊、走去死去死团，走走走走走呀！去死去死团里面有没有内鬼啊？哈哈。我解完了，什么都没了。
艾若啊，有人有被艾若跟到了，我有第三方师弟啊。哎，师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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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刚刚谁不在？刚谁不在？是在哪里啊？啊，刚刚谁不在？在那个花园。哎、欸，那哪里？院子的左边，院子的左下角。厨房那边是不是？对。刚刚谁不在？这样只有刚刚只有蚂蚁不在。蚂蚁，我不在，可是我离很远了，我在左下角哎、欸啊。不管嘛，没看到你啊。啊什么？就是你啦。我是团结的蓄水团。你看看你有没有人听你讲话、啊，有没有？难道我又是兔兔鸟吗？没有兔兔鸟了，没有兔兔了。好好好嘛，自由新政嘛。自由新政。哎呦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自由新政很强哎、欸，真很强。这样很哦，好可怜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要输了。哦，你还没做是不是？我什么都还没有做，我什么都还没长大，我只是想要打 CP 而已。啊！啊！秋雨，你在哪里？秋雨，想不想杀我？我们是去团有间谍、欸，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出事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水泵好烦欸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了好了，幽灵要解了哦！对，我们解完了，我们解完了。你们俩是不是 CP 呀、啊？啊？我不是、啊，我们是吗？相遇到的啦。哎、欸，原来我是吗？谁是 CP？ 谁是 CP？、欸、不是啊，我们这个确实去团里面有间谍呢。哦，你知道啊？这辈子有 CP， 影院花，你知道吗？而且 CP 有一个，然后有下面结束一定有。有鬼、欸！就跟你说，那个 CP 里面一定有一个坏鸭子。对啊，这他们没结束啊！他们是禁忌的鹅鸭眼啊！对啊，不行啊，不可以禁忌啦！不可以禁忌！好气啊！最气的，现在到底是演哪一出？救命！不行，一定要一直出去，这还没结束。我要把他拉出来。不然给阿旺先出去好了啦，不然艾露一直烦他、啊，很合理吧？艾露一直烦你耶，对吧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最一开始你们其他人一开始有碰到吗？没有，我一开始跟团团，然后我就是跟着团团后面，我就在庭院呐、啊。你是不是怪怪的？你走开！现在就是人少，就是要抱团比较安全哈，但是跟着你后面啊。我是一开始在餐厅遇到繁星，对啊，然後就去接任务了。那就阿旺啊，任务是繁星解开的。嗯，可是我刚刚跟鱼后面我是追不到的。可是我觉得现在有 CP 人走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现在有 CP， 感觉应该是要找那个在保人的人、啊。没有人保人啊、哦。对啊，我们都只是路上遇到、欸。对啊，所以要自由行政的，是不是？我要随便投一个喽。这个投错，我们就是 CP 赢了。好，你们 CP 赢了。好，你们 CP 赢了，你们 CP 赢了，错、哎、了，你们错了，我去拉铃，我去拉铃，耶、yeah! ！没有，不是，你们 CP 赢哦，你们听错哦，你们哦，你们，你刚不是说我们哦？摇铃摇铃摇铃！哦不！大火，可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可以摇吗？危机不行，危机不行，危机中不行，危机中。哦，团怎么坏啊？哦啊！救我啊！哎，不是团，不是团，那团好，团好，好。影月吗？是影月吗？是影月吗？是影月吗？不是说你哦，知道啊？影月不在哎。哎，不是啊，是影月在干嘛？解任务啊！影院在干嘛？幽灵赶快解任务啊！不能点了、啊，不能点了、啊，我整的点没有没有，因为全部都整一次，全部都哦，只能拍一次座位，那完蛋了。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骗、欸、我，我可以按啊。
哎，那是按哪一个？我刚刚点下去说怎么准备完成，然后按。我也是看准备。我就按的时候，他给我按哎。哦，好啊，反正可以拍了，可以拍了。我刚刚说你们，好不好？我是说你们。对。哦。那你月刚刚怎么在救火的时候不去救？我刚刚是走下面。哦。对，我想说那么多人回到原点了。对，又回来了，完蛋了。我一来又来了，怎么办？反正火是短团救的嘛。对，我站团团这边。嗯，短团救的很好，救的不错，还没到就休就息了。跟小雨是不是一对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跟小雨你们两个，他可能跟别人一对，但是了吧？真的，一次。那我先讲一下，你投他不要投我，你投他不要投我。然后一直在餐厅遇到他，哎。那你投小雨不要投我，拜托，我们不是一对的好吗？我们真的不是。你看，小雨，你讲一个人是讲一个人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是投影月啦。我刚刚本来是想投影月的啦，后来想说不对，你刚刚讲说我们，二分之一几率，二分之一，这对我来说是二分之一几率，这对我来说是二分之一。为什么是我？不知道。你笑得很开心。你的 DC， 哎，为什么投我？太好了，你的伴侣死这一句又太混乱了。可恶，你们三个为什么要走这么近？我想说，我烧了房子要去杀你们。笑死！你们，我搞不懂刚谁赢。刚刚可以可是为什么？可是让影月也赢，我是好人，但是我是恋人，所以阿汪哥我是恋人，我死了他也死了。哦，懂了懂了懂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对了嘛。影月对嘛？影月我是赢啊！我是赢啊！我是好人阵营。影月好人阵营，影月好人。那个跟狼人绑在一起是狼人阵营，那个是仅限于麦块的那个新的麦块狼人，还是这样子？我是好人阵营。是影月可以选择用好人赢，或是影月你就做好了，我要死，投我，我带阿旺走，这样就好了。没有，可是影月可能想要拼拼看有没有，想拼拼看有没有恋人啊？对啊，恋人。其实只要刚。其他人这个投走，然后阿旺再杀一个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才刻意不跟阿旺有任何的瓜葛。我的真的很可疑。对啊，我刚想说，哇，团团要被投出去，团团出去，那我再杀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超好笑的。没，我没有讲错啊，我从来说你们是他们听错。对啊，我想说就胜负。因为我听起来就很像是我是恋人的感觉，没有，我说你们恋人要赢啦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跟繁星就一直遇到，然后我都到后来都觉得不行，我们真的看起来好可疑哦，怎么办？有讲起星星，你投他不要投我，好吗？那可以的吗？快笑死！因为一开始我不是到处喊说有人看到阿旺，有人看到阿旺吗？结果第一个死，你们没有回阿旺。我就把他杀了。我在那边藏尸体，我等这个等超久的。好笑。那我为什么波波在那种尸体上站超久？那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他不是演戏吗？只是想藏一下。他想演戏而已啦。他想演戏而已。干嘛？我是模仿儿。哦，对，好，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想说，这个应该是模仿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我厕所一下。好。哎，有观众说他去听团团的记录档，他是说我们呢？不掉了，他是说我们吗？他说我们哦。对，观众说的，他说去听，确实是说我们。那他真的讲出，还好他讲那句话啦，才会各一票。没有，就是跟那时候我跟发发讲杀我一样的意思。那把火救了他了。对啊，对他那个火的身份太好，因为他超快就解完。对对，然后刚刚四个人就只有你，你刚刚说你走下面嘛，想说没办法，因为我还没讲完就被插了，就被插走。因为我想说我走下面的原因是因为那边已经很多人了，在一起会到时候恋人就会被叠杀什么的。我还没讲完，然后就被。插话进去了，没错，因为剩三秒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蚂蚁比较可惜。蚂蚁真的还没动刀，蚂蚁都没动刀，就是都你杀的，还没开始。
你们蚂蚁，你刚那场有杀到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没有蚂蚁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触发紧急事件的时候，瞬间再杀一个。不要，谁叫你爱上不该爱的人？可恶！你为什么不爱蚂蚁？你看吧，我就说他们是禁忌的鸭儿恋，对吧？禁忌的鸭儿恋。刚点，可是不是，而且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只有你不在不在那一圈。我们那时候骨骼已经抱团走很长一段路了。对，好帅，超好笑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笑？我刚真的超犹豫的，我到底要保哪一边？哦，可是你选择卖的蚂蚁，好坏，要坏，就是那种电视剧那种黑帮剧，爱上千金小姐，然后最后把黑帮老大干了，把千金小姐干掉，我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好好笑。那就九九喽。好的，猎人的坏人，如果他坏人两人赢的，那也是算是他也算赢吗？算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要看，应该看，主要是看自己的身份吧。嗯。嘟嘟嘟嘟嘟。啊，都手上没有职业，有职业太累。啊哇！好。他自己来了，你好危险啊！啊，六哈。要一起来玩拼吗？我们要一起玩拼图吗？一起玩。啊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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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也失火。哎，在图书馆哎。走。很危险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有人吗？谁在里面啊？没有吧？对，在下面。去救火！快去救火！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按到了。啊！哪里？按到的，失火图书馆里面。我又忘记调时间也拍谁？等一下我一定调。我刚刚调好，继续。时间很快。对哦、我跟你讲，刚刚那边我有看到有发烦我，允月不在，允月在右下角，所以允月是好。然后蚂蚁在右上角，哪有还有蚂蚁在里面？蚂蚁有在里面吗？我还跟繁星说里面有人呢、欸，很危险。那我觉得这样发发很危险呢、欸。发发是我从那个是哪里啊？学习室走上去，然后他才跟着我一起走上去的。哪有？我是从那个电箱那边要上去的啊。没有，电箱没有遇到你。你说哪里？发发在哪里？发都可能。就是、那个蜥蜴那边不是有一个走廊一个长条的？左下蜥蜴。哪有？他怪怪的。时间快到了，怪怪的，我要票发。我觉得是你，你是不是自导自拍啊？我怎么，我不是跟你讲，就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我觉得波波不太会，就是你，我觉得波波不会，因为他刚经过我没打我，蚂蚁是好啦，不咬我。就是你，自由新增的吗？新增就是发团，自由新增了。关我屁事、啊！怎么有团团？关我屁事！哎，为什么投波波？
哎呀，到底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是我啊？我根本就没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老天是公，老天公平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？他下去了，你。我刚刚想说，到底关我什么事？我要钓鱼了啦。好好好好好。哦，没了。尖叫声！哎呦，刚刚为什么投波宝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踩阿法。他猎人一起投啊！猎人啊，猎人一起投啊！猎人跟两个内鬼加猎人加三票，三票啊！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不可能投发发，我投发发我会死。还喜欢当那个情侣的弟弟，不是？我靠，情侣就扁他。哎，等下，爸爸，你跟团团不是猎人吗？对啊，可是猎人没有赢呢。没有猎人没赢，猎人赢的条件很苛刻，就是一定要剩三个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你把团团给刀了。没有没有，他没刀我，他没刀我。他刀死了，他就死了。我哇，所以那如果是那个鹅压链，你要把另外一个人投出去，要想办法把另外一只鸭投出去，然后留下你，然后剩下三个人。哦，那是很难诶，那是卖繁星的了。嗯，对啊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最后波波你归类是我跟他，我没资格买？莫名其妙。虽然归对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繁麻。月都好啊，所以我当然是怀疑你，因为我很坏。没有，就你是猎人，你的确是坏人，你把我投出去，这个人。不行，我投发发我就也要死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过分，那你是坏人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好人直接换一换，好不好？把一个那个可以啊，这一次刚刚有没有做到事啊？好像都没有，没有，这次太难下手了。这次我要留着，我要留着，然后看到人下一轮再杀人，杀人。对呀，你们我也是这样子。在浴缸就被繁星对弄掉了，在浴缸就直接被哦失火事件呐，那时候就把你刀了，然后往左边跑。在阁楼里。好了，不然我们加一个，我们就额外加一个，相较之下好像没有很有用的职业，就是窥探鹅，就是它可以躲在柜子里，就这样。好可爱哦，它的脸。嗯，他可以躲在柜子里偷看，就解完任务就躲在里面不动了。他可以躲在里面不动，然后看偷看。可是我记得好像坏人也可以进去的样子，坏人也可以躲。我记得可以进去弄，坏人可以继续看。哦，他有跟十三号星期五一样吗？就躲里面，躲里面会五秒钟没有气，然后跑出来会。不会被抓出来。哦，不会哦。有呼吸声，对，呼吸声超大声那个。啊，我时间调一下哈，好，调好了。好。好的，那就走喽。多了一个可以躲起来的职业。好的。嗯，窥探正义恋人，模仿间谍鸭子。Hello。Hello， 去死团！等下这怎么做啊？没有这个啊？那食谱怎么做？我还没遇过食谱哎。吃美食，好猪。哦。啊？什么？我怎样？啊，然后嘞？怎么了？阿旺，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解完了？还没。我以为你解完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指纹在这里。我这张眼球好恶心哦。鲑鱼。汉堡啊，鲑鱼，打枕头，也不是哎、欸，
嗯。啊！啊！啊！哈！白痴！团团团团！我看到，对不起，我扛啊！怎么了？对，想去地狱，那要不要帮你开直播啊？去地狱直播，太可能给我三十亿了。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？我吗？我没有了。反正好，我跟你讲啦，刚刚那个现场瞬间哦，有哈记、雨月、阿汪啦。嗯，然后呢，我讲一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哈记、雨月、阿汪他们就啊。哦，然后就死人了。那个啊，超久，我觉得超好笑。他一瞬间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那个梗图的那个画面出来了，哈。然后全部都看着你，哈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啊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吃的。哎，为什么有内鬼？有间谍吧？有间谍吧？好吃的北京烤鸭，好吃。好吃。爱自爆。熊猫团团，我你看你是不是怪怪的？好吃的烤鸭，怪怪的。还在这边。啊、你有关灯哦，你有关灯哦。我忘记了，白痴，直接爆，直接讲出来有个。我刚刚太呛了，我忘了。你是多想杀我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想说，所以你刚刚到底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啊？就是最刚开始的时候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你怪怪的，你只追着人跑哎、欸。有灯。追着人跑、欸。谁用的啦？用啥？啊、哦，小雨，哦，接弦啊，接和弦，团团，因为有报应的。啊，那个灯刚刚不应该，好可惜哦。直接自己聊爆，你跟是 B O B O， 没有，我刚刚在放空，不小心，对，讲出来了，小心的。可是他进贵州有十，哇！小雨要没了。哎呦，死掉吗？有人死掉吗？啊？好像没有嘞、欸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每次都摇的。哦，刚刚小雨不在啊？我刚在那个，我有去解电啊。啊，我过去的时候你们刚好解开了，然后我就往上走掉了。刚刚我们一群人被卡在图书馆里面出不去。啊，你们在图书馆？我在外面，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地方怪怪的，什么地方怪怪的？我刚你们有听到那啪一声吗？有。那我想说要往下走，我要去那个什么东翼客厅那边，然后那个内厅那边那个叫什么水晶灯掉下来，那边路走不过去了。哦，还有这样子的设定啊？是不是你用坏的？不是我啦，我只是不小心。我刚那个走过走廊，那时候门关起来的一瞬间，我有看到那个音乐在那个门口，就是图书馆那个门口。图书馆，我们全部都被困在图书馆里面啦、啊。我就在那个走廊走啊，我想说啊都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我想啊那往下面走好了，结果那边路也堵住了。哇，就走到尾。又没有也没有死人，也没办法推说是谁啊？对啊，先跳过了。对啊，我才那个掉灯应该团团。哎呦，团团吗？自由行政
就是说小雨明明就不是我按的。他那个水晶吊灯怎么掉了啊？会啊，会掉下来啊。就是可以掉下来砸死人。对啊。哦，第一次知道。然后就是要绕路走了。这个怎么用？我没有当没有、啊、我这一局没有当过鬼，不知道怎么按。有控有了控制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按掉的，它就会垂下来这样。有要有人按的吗？刚刚不是我啊。哦，猎人要死喽！猎人要死喽！猎人要死喽！应该是我按的。在哪里？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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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下，左下，左下，庭院，庭院，哪里？不是啊。嗯。死了，死了，猎人，死了，猎人死了。等一下，是，你是被遮御的，哎，啊，猎人死，哎，等一下，猎人死了，芳芳应该是好人，因为等一下，芳芳是因为在我旁边，然后我跟他旁边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谁突然爆开，然后芳芳太惊慌，然后我以为他是坏人，所以我是正义使者，我过去把芳芳爆了，啊，那就是他的啦。不是阿旺，我不是哈基是诈欺师，那就是小雨啦，不是哈基，是哈基。阿旺，不是不是，我走过去的时候，我走过去餐厅看到两具尸体在那边呢。嗯，对啊，不是我，如果最后我就直接砍人就好了，我干嘛要自己去？阿旺，你信我还是信他？哎、如果是你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、欸。如果都剩下这样了，我干嘛不要那个就好了？对吧？阿旺，你要知道，你上场杀我。这一场我一定是，如果我是狼，我是一定杀你。我也觉得他没有，因为我刚不是一整群人一起走吗？因为最前面的时候，我跟哈基超久都走在一起。他要杀我，他早就杀我了。而且不可能，他都养你到最后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他忍不住。他忍不住。对啦，忍不住。我们是三个人呐、啊，小雨哈基。哦，过来呀！你坏呀！没有砍到哈基啊，超想砍他！坏呀呀！坏呀呀！好可怜耶！我怎么也死了？我是正义神，我太慌了！我看到死人。刚你看到死的，你刚是拍桌怎么是杀人呢、啊？不，我是正义使者，我看到有人受死，我必须要把他制裁。谁怎么死了？会是我？阿汪，人家吓到是放屁，你是直接开枪哎、欸！好可怕、啊！那怎么可能？不对，好可怕、欸！他超无辜的耶！你们有枪，你们都会开的。我没砍到哈基，哈基跑走了。他那个逃走的影子，你都跟我跟超久哎、欸，超恐怖的。那我只能刚刚第一个，我以为是那个哎、欸。买一送一耶，这么会挑，买一送一，对呀、啊，超会挑的耶。那所以刚刚在发发好像爆开那个是谁？雨月啊，雨月，我吓到耶，他死掉我立马死，我以为你是狼，我说你怎么刀那么快，吓到我，这么狠的，我在叫超大声，然后。然后我就过去把芳芳制裁了之后，然后我一瞬间就想到啊，不对，芳芳应该不是凶手，反应不对。因为我们全部被关起来的时候，小雨就超明显的啊，都没有人要投他，我就投他了，结果他就追死我了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把门关了，我一个人在外面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。你没有把自己关进去，没有看到里面。这个门的按键是什么？按一下啊，关门。那个水晶灯是我自己丢下来的啦。自己丢的，对，就碰的声音，原来是你啊，原来是拆家玩具啊，拆家游戏、啊。很好笑，你很酷哎。那个第一轮那边没有听到团团讲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没有听到。我刚刚说好久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在那边说啊，没有关灯。自爆压哎。好笑，哎呦，好笑！你看，就跟阿旺讲好，哎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好好好，我就后面可以演，我开始就开始演了。哦哟，你也先，你也炸弹客啦，炸弹客啦，会自爆。难怪你后面说这么有信服力，因为你们已经说好了，我们一开始就讲好了，开始就讲好了，好好笑哦。我还以为小雨可能有机会赢的，结果你后面讲那个，应该是哎呀、啊，你觉得你上一场杀我，那我这场不会杀你吗？
好好讲古装，绝对忍不住，好不好？这个私人恩怨太难了。哇，太好笑了，好笑。干打老鼠！哎，好快啊！有没有尸体呀？有没有尸？我想现在是记者在堵门，记者在堵门、啊。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在这是什么？啊，气死我了！你可以提供一下感想吗？把他熏出来，把他熏出来，把他熏出来，好好好，把他抽出来。来，请发表一下你的想法。把他抽出来。哎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干嘛？为什么？干嘛啦？没有人问我。你在干嘛、啊？我们在采访哎。我在采访哎。好的哈，我在采访哎。嗯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想说这么久了，这么久，我想跟雨月就一直遇到，想说奇怪啊，怎么都没有，就是都没事，会不会真的出事了？然后我想说就敲一下铃好了。我们是怎么样？怎么看你采访哎？我们在采访的深居连线呢，深居连线。你在采访谁？采访谁？我们在走廊跟学习室下面的一个那个书柜里面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我可能我这一轮我有点天赋异禀，我一直听到隔壁床来小雨不要杀我，气了，然后跟着他，然后就突然躲进柜子里面了。对呀、我们在等他出来，我们在等他出来讲现身说法。对，是这样，开记者会。哦，那你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讲了。哎、等一下，他进你出柜了。他还没出，等下结束就还没出柜，结束就出来了吗？你要想一下、欸，哎呦，你剩20秒哎、欸，啊，你怎么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躲进柜里？在干嘛？啊，不是啊，一堆人想追我，想杀我，他躲进去。没有，我只是一直跟在后面，他说哈气。我们是狗仔，我们是狗仔。好了，那你们可以开始。你终于知道我的感受了哈。可以采访，你们可以采访。哦，拍拍吧。所以是哈记吗？哈记吗？我都这么明显在里面的，你觉得是谁？鬼也可以躲啊。对啊，坏人也可以躲进去。对对对，坏人也可以。对，坏人也可以。他在演。他是怪怪的，可是其实真的吗？出来啊，这不能讲，对不对？人在那边闹，还是其实刚刚他自己不小心躲进去，然后慌张在里面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对，在第三次在里面，在那么多面前跑进去嘞，停进去 ，skip auto skip， 怎么办？我就是哈记耶，刚刚有那个部分，我刚刚有地震吗？没感觉，没有，一下一点点而已，没有很直接一会议的时候就可以地震了，刚刚。哦，一会议哦，拍桌牌在哪里？是不是？猫有反应吗？猫，他跑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我两票？不是啊，为什么会有一票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为什么我一票是看我屁事？一个地方，好笑，到底？俊杰不是？俊杰。
水蹦水蹦水蹦。阿基，淹水，阿基不见了，阿基不见了，阿基在这里，他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一群人在干嘛？打我，打我，把我好累啊，快把我杀了，我好累，快把我杀了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今天这次特别卡，哎，对啊，这次有点卡卡。买哦，买哦，买哦，买哦！嗨。嗨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哎。哎。我没有。我是好人，阿纪。哎、欸，不是被这我。阿纪，你躲好哎、欸。你在柜子里吗？现在关灯看不到。阿纪，你在哪？阿纪。在你心里。哎、欸，好好，那我在这边。如果有人把我刀了的话，你再拍桌。啊啊啊啊！把任务解完，你看北西哦，吓到我了。哎、欸，解完了吗？我、哦、任务解完了，任务解完了。放水而已啊。好，换任务去。啊、哦，好好。该我解完，太看到了。我躲起来了，你们好烦。阿基又躲起来了，你又被看到了。不要再躲了，赶快出来，器械投降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这个时候要唱当天空。当天空人，当七文十长。我们等下数数。我解完了。我解完了。对啊，感谢哈记，感谢哈记，杀不到啦、哦！我好累哦，大家都好累。我们是在日行一站，是不是？在日行一站哦。好累哦！啊，小雨是猎人，早知道我就蹦死他了，可恶！我去玩嘞，我都没有砍人呢。哇！玩的没什么眼，买那个票子我投你的，然后又随便投，你好坏哦！又是又是自由行政，好可怕！好笑，好笑！哦，感觉等一下最后可以，我们现在换这张图，感觉等一下后面可以、后半小时可以玩一个特殊模式，刚刚看到感觉蛮有趣的。特殊模式是什么模式？对啊。就是他有分红队跟蓝队两队，感觉蛮酷的。嗯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感觉可以先换个图，然后换个职业看看。好，然后怪笑的好累哦，大家讨厌怪笑，我躲的好累哦，那么多怪笑，哪有？大家都在看我，离开很远的，我想说算了，杀不到。阿基，这个就是你的报应了。不是你都平常的恐惧，怂恿人看人啊。恐惧反噬了，大家在那边采访，怎么可能在记者面前前面砍人？我没有在前面砍人，然后超多人砍的也没差。对啊，对啊，中暑了，猜不出来。对啊，我就随便想，太多人啊！我的枪都准备好了。你还可以开在团人身上？不行啊，我什么事？他有一个，不然来一个观鸟好了啦。观鸟是什么？就是可以看比较远一点，这样哦，像望远镜一样的感觉，穿墙看，对对对，穿墙看这样，啊，好像是一条细细的看过去，没有啊，一条细细，它不是那个吗？追撞吗？对，追撞吗？哦，对啊，追撞啦，它是追撞的，
哦，就是越看越远。哎呦，可是视线范围很小，对吧、啊？就跟僵尸模式一样啊。哦、嗯，没错啊，九嘞，都走了吗？好了吗？九嘞，哎呦喂、欸！啊 ，Hello， 好黑哦！打老鼠，老鼠！哎呀，这边怎么有雾啊？喝酒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警察救我！警察！干嘛？啊，本来死了，我先看完了，死了四个人欸，所以应该有一个是 CP， 有一组应该是 CP 死。哇！我在工厂的门口发现的尸体。工厂的门口，工厂在警察局左边，左边。我在酒馆左边，还是繁星跟我在警察局吗？对啊，是我啊，啊我喊那么大声。不是、啊、阿汪自己拍的尸体，感觉也不像阿汪哎、欸。然后这个又没调，这没调到时间，所以我这样没人跑的是就波波跟云月嘛。云月有啊，我都连我跟繁星有看到我，我有看到你跟阿汪啊。对，阿旺好像是往右边走嘛、啊，那时候我遇到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是那边就全部都是烟呐、啊，在广场的时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尸体是在哪里、啊？尸体在最左边的工厂的门口。哇哇，时间好短。工厂门口。工厂门口。对啊，从右边上来的。我觉得我刚刚没看到的人都怪怪的。啊。我头晕。不是、欸，可是我，我不知道。恐怖。嗨嗨嗨嗨嗨！怎么办？你就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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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没有开内麦？北七哦，你就是谁？啊！开会喽！开会喽！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刚刚为什么？可是啊。如果这边那代表我们先说好了，我们刚刚五个人吧，对不对？刚刚这个情况就是还有两只狼，然后我们现在雨月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欸、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两狼的话，那就结束了。所以雨月代表是其中那一狼。那我们之中应该还有一只，对不对？我们之中还有一只，对啊，应该一定还有一只啊，不然怎么？不是啊，他可能是狼，可能配那个啊平民啊，可能在第一天的时候被刀掉了、啊，然后一起炸掉啊。那你觉得谁比较可疑？不知道啊，刚白雾茫茫一片呢、欸。哦、在我旁边呢，对啊，对啊。不是我自己是，也不可能每一次都狼跟平民吧，狼跟鹅，前面团团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团团前面死不知道跟谁、欸。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个我以为，我以为
为你拍桌子，因为你发现了是什么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讲清楚，我们要讲清楚，我们要 talk， 就要冲票啊你。那我先投个跳过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好没有头绪了。阿汪，波找你，阿汪。阿汪，干嘛？你有在阿汪哦，白痴哦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嗨，波波不见了。你都解完了吗？我解完了。那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好可惜，你真的没有到那个，好可惜。原来是繁星。是。我刚才在找你，我找到繁星去了，完了。完了。阿汪，你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别人？我不我你是我，怎么没有帮我？我觉得很没有头绪。怎么没有帮我？我还想说，我还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波波跟繁星两个怪怪的。你跟我说，好。可是波波刚才蛮清晰。然后最后很可惜，少林的一脚，不然就超神了。没有太短了，我可能再盘一下。哦，对哦，时间也是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以为你拍桌完直接会说啊，刚刚这样盘下来啊，谁包影月？对啊，那要聊上一。我没有，你想说如果你这样，你就超神。哦，可是真的觉得啊，就啊，你看阿旺是好人，我就觉得。阿旺就好人，两个互咬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想，两个是有问题。我讲解是情侣啊，我跟哈基，对吧？直接是两好情侣啊！我的天啊！我有点的是一好一坏，结果哦，不有两好，没有有哦，有两好，对，刚刚有两好啊，那个发发跟，哎，还好阿旺，你刚刚说我忘记开麦。因为我要点开麦的时候嘛，哦，然后准备要刀你的时候就摇铃了。如果这时候摇铃你死掉的话，哦，我嫌疑很大。哦，对，哎呦，还好你提醒我开麦，哎，谢谢。鬼阿汪了，哦，阿汪，真的阿汪哦，就你在雷。要不要调一下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知道这场我大概前面。一两分钟，我一个人都没有遇到，啊，我超不安的，完全都没人。哦，有啦，不然我们可以来玩最后半小时，可以来玩那个僵尸吗？是，它叫霸王餐。霸王餐，对，他说分为两队，红队跟蓝队嘛。红队是由变形鸭组成，他试图要在游戏结束之前杀死掉蓝队。就另一队了，哦，然后呢，蓝队呢是会有一只秃鹰，然后还有一只猎鹰，然后剩下就一般人合作这样，然后就是，秃鹰呢要想办法透过吃尸体来减少游戏时间，这样子，对，就这样。那所以可能蓝队就是要想办法拖到时间结束。红队几人？对对对。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没办法调。哦，好，他只能调我们的玩家数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九人。这个真的就只玩了就知道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懂了。然后他也没有不平衡的那种对战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那个 DC 内麦开着啊，对啊，内麦开着。小雨没开麦，那我开了。坚持抓死红队保护，哦，所以猎鹰要保护秃鹰。对，要让秃鹰赶快吃尸体，然后让游戏结束这样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我们哦，就是像老鹰抓小鸡的概念嘛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鸭子就是要把所有人其他人砍了。哦哦，了解哦。对对。好，这样啦。嗯，好。好。哎，这样可以直接玩了。这应该可以直接就是。可以吧？啊。哦。谁是小坏坏？哦。会会，这要谁直接讲吗？他哭啊，他的样子长这样哎，欸，哎，哦欸，他很小一个呢，
好暗哦！哦，那视野好小哦！用内麦吗？还是 DC 吧 ？DC 没上吗？还是内麦还好 ，DC 就好了。内麦好像也可以，对，因为内麦是会听到人家打架了。对啊，那用 DC 还是内麦啊？先 DC， 可以先玩一局 DC 啊，然后对啊对啊，就是让大家熟一下啊。哎呀，好啊，是不是有人紧张啦？剩两分钟喽，两分钟。哦，两分钟喽，两分钟喽，是不是该做事啦？哎呦，该做事了哟！这边也太多人了，阿哭啊！啊，到底是谁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哭啊！哭啊！这是什么？到底是谁呢？这是什么？到底是谁？就是那个奖牌，到底是谁的那个人？看到了！哎呦！啊！我是可以被杀的哦，会有那个会有 TK 哦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有 TK 哦。对，你不知道自己的队友是谁哦。对，不知道。好混乱哦！哦哦！哎，还有还有，我想说，没有没有，这个就是最后倒数而已，现在只是最后倒数。是哎，托云怎么可以活这么久？不行嘞、欸，不行、欸，怎么现在还没被砍呢、喔？啊、不行嘞、欸，阿芝，阿芝，现在剩下你一个是不是，对，剩下你了，好扯、喔、啊！我们自己都 TK 完了，对，都 TK 完嘞，大家都群聚哎、欸，好凶哦、喔！我沾上，原来这么多哟、喔，对，只有一个，另一个只有一个一个啊、喔，哇，那其实很可怕哎、欸。因为我们刚自己的伙伴都在互杀，我们在互杀、哦，难怪不用聊。哇，不行哎、欸，太短哇！这游戏玩起来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但好像内麦比较好，这用内麦比较好笑。内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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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麦。那我们都在那边一直通风报信，哇，太狠！怎么又是我们死掉的垃圾呀？我的天啊！为什么？我刚刚是可以处决丫丫的哎、欸！好，哼，谁？你关麦。干嘛的？哦，你要直接爆身，是奴隶啊！我是奴隶，我是奴隶，我是奴隶，砍喽！都要砍了，是奴隶啊！没有你是奴隶的什么？不要紧哦，先找他记的。哎呀呀！哇，是爸爸哎！哇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爸爸的尸体！好可怕！刚刚那个内麦超可怕的，内麦好可怕的，好恐怖！
你不走，你不会再回头吗？你一个回头，我直接把它磕掉，然后就这么蛋。我刚想说，守着那两个尸体，一定会有人来吃它。不知道你在左边呢，我以为是繁星诶。那时候有看到发，没有看到繁星，没有看到。我在找，我是繁星就被砍了。因为我在找说有没有那种蓝灵的已经先躲起来，躲好好的，我在四处找。我想说，他一打了个招呼就死了。哦，我不行，我觉得怪怪的，直接砍。怎么砍你了？看到你想砍。可以砍游离，真的很厉害。玩这个是心机游戏啊！这是心机游戏哦，人躲起来了，可恶！我好笑。看那个人能不能变身就对了。刚一堆人在那边变两个小远个哈。啊，我刚变成哈基，然后我说他怎么有哈基，怎么两个哈基？好玩玩，哎，这么有趣。要变身是不是？要变身是不是？阿王怪怪的，阿王怪怪的。要守着尸体，还变身吗？变身啊！来来来，变啊！来变啊！来变啊！来啊！来来变啊！你变我，我变你，我们就是好伙伴。现在还不能，我们来狂想变身啊！要不要？单子来狂想变身，快！变身变身！这边太多了，好笑。哎，排好排好排好。排好。哎呀！谁啊？谁啊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谁啦？谁？因为没有太快了啦！啊，小雨是谁？猎鹰在乱杀，猎鹰在杀人。好可怕！我跟你讲，因为团团是猎鹰的 CD 比较短，我看到我们 CD 还没好之前就有人杀人，是团团杀的，那时候看到。团团杀？没有啦，不能杀人啦，我只能吃东西啦。反正秃鹰哎，是八分。哦，是88是哦，我看错了。妈妈砍的，每个人大家过去乱杀一团，好不好？那吃鸡蛋就是造成混乱呐、啊。好想猎鹰哦，我也想乱砍。那鸭子的那个 CD 还没好，你知道？我就看到，怎么可以开始砍呢？还没好五秒。没有啊，那个那么多人，这么近，大家已经慌掉乱砍了。刚刚的确，刚刚一个倒一个，一个确实蛮慌的啦。其实是蛮慌的，哦，白痴，好笑、喔欸。这样子，猎鹰从中间打一个，然后就跑掉，就他们就自己杀成一团了、欸。对啊，而且猎鹰走比较快。对啊，真的、哦，猎鹰更快啊。嗯，那个说明那边游戏系统说明说猎鹰速度比较快，哦，它是没有杀敌而已啦。杀敌啊，所以刚刚确实比较快、啊。对，哎、欸，问一下，刚刚我杀两个。蓝鹰的话是两方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彼此看得到，看得到所以其实他们，因为他们人就天生少，这样就只有两个人。嗯，只有我们丫丫看不到彼此，对，丫丫看不到彼此。阿旺走，哦，开始走了吧？哦，反正看到我就杀了。我要当猎鹰啊！反正看到我就杀了，对了。还。变身变身，人嘞？快啦！没有啊，找人变身啊，他们嘞？是啊。哎哎哎哎，他们已经杀起来嘞！人嘞人嘞？快啊！在这里这里这里，人在这里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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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是你啊，爸爸？不是啊。啊，爸爸，你是什么？我是鸭子啊。哦。在这里。哎哎哎哎！有没有死在这边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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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在这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死在这。哎，人嘞？哪里呀、啊？有没有秃鹰躲起来呀、啊？小雨，哎，爸爸，小雨刚刚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上去。哎、欸，阿旺是不是你？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
哎、欸，我现在好紧张哦。哦哟，爸爸，我撑住了，爸爸，我带死你啊！那边带一群人在那互砍、啊，好笑哎、欸！那他自相残杀哎，对啊，换邪恶组哎，把他换成物了，太无情。我觉得就是那个猎鹰，就是那个乱源，有没有？那开始乱杀，然后大家就猎鹰就是一坨人，然后就开始砍人啊。超坏。好可怕、哦！我是当猎鹰哦，当猎鹰哦。我也没当猎，我两次都当到秃鹰的样子。啊，我也没有，我都没当到，我都是一般鸭子。我都没当到，我只是鸭子而已。哦，好像我可以乱砍。哎、欸。嗨，声音多少？你怎么这种鸭？来了，好，我们就杀我们两个以外的，好吧？鸭，好，杀我们以外的，杀我们以外的，杀雨月。不，好，我们就鸭。哎，团呢？团鸭，团是三 D 鸭。哎，我们是四人，不是小雨。好了，CD剩五秒，有没有？鸭，我不要，我不想靠近你们，我不要靠近。是鸭。我是鸭。我是鸭。哟、哦，你们很恐怖哎！你们不是别来乱，你人好不好？我要走了，再见了，恐怖！哎、欸，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小雨在哪？小雨！哎、欸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你看，小雨，是我。你可以变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组队。哎、欸，还你们这全部都是鸭子的，哎、欸，鸭子的，白痴哦、喔！影院在干嘛？都是鸭子吗？我是被蚂蚁杀的，所以蚂蚁是蚂蚁鹰啊。小雨是秃，小雨是秃鹰，赶快跑那么快！啊，那为什么波波要杀我？他就是乱源啊。哦，好快哦！哎、欸，乱源，杀掉，把他吃掉，尸体就不见了，不知道了。哦，你小雨，哦，我操！我就刀小雨，气死了，太过分了！啊！你在家里一爆，一爆了！小雨这骗子！哎、欸，我很怕被你们砍掉、欸，你们在说，那、啊、我们就砍我们一半的人好了。你这骗子！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前面都没吃尸体，我很乖、欸。他怎么后面吃起来了？学坏了？后面怎么吃起来了？没有，因为我原本跟波波走在一起，然后波波被砍了之后，那我就跟着蚂蚁，然后吃。一个到一个忙着吃。哦，啊吃。啊、好过分哦！这个配合太好了，因为不小心就乱，不小心就乱杀，不小心就乱砍。我在跟哈基确认身份哦，因为就砍过牌了。在鸭子里面说我是鸭子、欸，超爽的。你们看到你们两个这边两个都是有变身的，代表是我们一定都是鸭子啊。那这样子怎么会跑杀我们呢？我刚刚看到之后，一个两个繁星，所以我们对啊，可能一个是正常人，一个是鸭子。哦那对啊，懂啊，我知道，刚刚在码头超精彩，有四只鸭子杀成一团。那个初恋，我跟他们说，哦，我们是 F4，然后砍出我们自己的人，我在旁边，然后被车过来，我超害怕的。小雨，我说的 F4。爸爸，爸爸在尸体旁边，我想说你刚刀，我就直接。
没有，我在守那个尸体。我真的拿你过来把我刀了。我想说怎么回事？你这个猎鹰，然后发现一看你怎么是鸭子？我是鸭子。他就被小雨保住了，好险哦！太好了，我被团团杀了，他一过来表示哎，没有看到。我那时候还没看见，哦，好吃好吃，然后我就看到团团，我说不行，我要跑，我要跑，太危险了，他的刀比较快啊。爸爸要不要走？啊，对不起，走了。看这好混乱哦，好我的天！谁？我我我是谁？丫丫丫丫哦，啊你嘞？你是谁？你看起来就不像丫丫，不然你为什么躲在这？这边这边，进来我就杀。是，大哥，今晚还有这事吗？啊？是吗？怎样？就古兰，你就就在这啊？不提。怎么怎么怎么干嘛？怎么怎么怎么了？嗨！哦，他们是你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？我刀一个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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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没有，因为我一群人在水池，然后那时候砍人了，然后我们就看旁边有谁。我说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安全的，我们等下看到剩下三个，我们就砍到，看到就砍到，看到就砍到，对了，看到就砍到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哈发反，好，就这三个，看到这三个。对，是哈反，是哈反。好凶哦！也不能太早动手，会被排，会被抓出来，会被排除法。对啊，会被排。对，我刚刚是不是？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一群人已经在水池了？啊！我们超级在水池集合啊！啊！一走进去还不敢走出去，走这里，这里进去就我觉得，我觉得比较好笑是刚刚在排的时候完全没有排到蚂蚁，我没有看到，明就有蚂蚁，明就有蚂蚁，明就蚂蚁在旁边啊！干嘛在旁边？超可怜的。他没有反驳一下，我没有听到。对，解散，我们解散的两秒前有把你加进来了。有有有，差点差点就变成哈哈烦麻了。最后有加入组队。要走这边，对，要走这边，一直这白，一直这啊。差点被抓进组哎，对，差点被抓进组。哎哎，波，烦！现在是要先抱团吗？还是？好，我们就不要相信我们以外的了。我真的不相信的，小雨来我就杀。小雨杀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什么也只要小雨来我就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呱呱！呱呱！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这个大家都要被杀成一团啊！谁没有在这？谁没有在这？都在哪？走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呱呱！就三四五，要死人！要死人！要死人了！有两个包，有两个包！呱呱！呱呱！哈哈哈！叠对叠！哎，怎么有人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变月月了！我变月月了！完了完了！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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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啊！太恐怖了！我就想说砍一个了。完
别说反应。根本不在这吧？尸体呀！那不是尸体，根本不在这吧？都是谁砍的？我看到开始打角落了。东宝，你也是鸭子，你怎么这样？但是我不知道你一直跑、欸，是鸭子一直跑。不行啊，你不能乱开一刀了。对啊，这个我真的第一刀是你越开我。你在开第一刀的是我，开第一刀的是我。啊！他竟然躲掉，可惜。还有这一只哦，我刚才一个人杀的时候躲在里面来。我怎么当猎鹰了吗？这真的很好笑哎！我后来又是我变坏了，我看到了我就杀掉，反正杀的是我就好了。猎鹰就挑战战火啊！我就看到了拒绝。我看到他拒绝差不多了，我就砍第一刀下去，然后就唰唰唰唰唰唰，他就砍进去了，就反应了，鸭子就会开始变相砍杀了，病毒全部砍光，好笑啊！可惜最后已被找出来了，可惜。对，他在哪里啊？那边的尸体，我超想去吃的。他在那个法院哦，你在法院？法院坐在那边，好想吃。哎，好笑！勇敢的吃吧。好鸭子都是你管我干嘛？我不是有变身，他看不到啊。没有，我刚没看到你变身，你变谁？变小雨。你刚刚没看到我变身哦，我刚刚变小雨。我刚变阿王。他自己找。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变小雨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。会有被变。有两个蚂蚁，两个阿王。猎鹰就是那个引起战争的一个人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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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你的麦，你的麦，你的麦。阿王乖乖的，阿王乖乖的，阿王乖乖的。来砍了，开砍了，砍起来，砍起来。不要，可以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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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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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了。听不到，输了，输谁？团跟蚂蚁吧，团是猎鹰。我刚不知道到底是下面那个还是谁的，那个视野太小了。对啊，哎呦，我以为是狗狗。这手你是吗？是啦，我不是啊。是谁砍吧？哦，是蚂蚁。哦，是蚂蚁。好棒啊！我应该吃饱了，好好吃，我全部吃干净了。可恶，团团，全部吃光了。哎，我发现团团网速比较好，是不是？他是主机吗？他是主机啊。哦，因为我刚刚也是上一场是跟他对刀的时候一直输他。对，他是主机。主机优势，主机。可恶！等下先把团团给刀了，不管怎样，好不好？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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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熊团团，电电吃三万。哎，我们死人有协议哦。我们有协议了，但是我们不能跟你说。对，我们不能跟你说。不能告诉我。我们下一场来跟你讲。等一下，没有啊，下一场搞不好我也是丫丫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一样啊，就是你是丫丫更危险啊。好爽哦，吃到饱哎！打完一台电视三碗公，过分，吃到都放屁了。哈哈，吃太饱了。饱。再一场。换衣服了，吃很饱。我忘记准备了。哎呦，小雨准备那样，我要准备。他吃饱了，他吃饱了，我还吃了。协议，杀团团，杀团团，杀团团。
团团还我你哦！你有主机优势！没有啊！你有！啊！怎么有人死了？阿旺！完了，他又开了！啊，对不起。他们到底是被谁人杀？等，哈基，好了，找阿旺，找阿旺。早啊！满心紧张，不是看阿旺，我看不到他。按的话就把我砍了，完了！你们是死鬼。发现已经很慌，找不到人。发生一个、哦，剩下一个、哦，对，剩下一个，剩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刚刚的协议还要继续吗？我在后面追的团团。哎呀，我先把你砍了，在被砍，还没提协议，我直接砍你。No， 他们要赢了。嗯。剩八发了。是吧？剩八发了。找不到了。阿旺。阿旺哦。No。直接躲在角落，经过一个杀一个，然后叫阿旺出来吃一下，再回去。好坏啊！啊这哦，太难了，手打游戏，手打游戏，我又被小雨认出来，哈哈哈！对呀，我吓到了，怎么有尸体啊？哈哈哈！那一瞬间还不知道怎么辩解，对呀、啊，他就直接绕跑了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你知道前面你们全部人都在追团团，说要杀他的时候，我超怕走在人群被误杀，你知道吗？你走比较好。我以为团团是、欸，都是我杀的，我不是啊，没有，可能不是。我杀波波就只是因为波波在那边讲啊，所以那个协议有没有？然后我就说你这协议啊，我就死掉了。我想说波波被杀的你是猎鹰，你在看。我真的很好奇，我那协议还要继续吗？没有，我看到沙网我就去追他了。我也是，突然没追到。可恶，被发现。哎呀，好哟。那在人群中就是你一个人突然跑掉啊？对啊，你突然跑走。因为要开始了，我想说，那我先走啊。你先闪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走过去那边刚好有一个尸体。刚好。然后阿凡提要来杀我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把他剁了。No。 那其实他走原本前面还有一个，然后尸体还没到。哎、oh. 欸，好了，哈气。你是好人吗？你是坏鸭吗？我反正他们说杀就对了。我要去那个点，我要去那个点躲起来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去啊？这里啦。下来。这里。我们刚谁进来就砍谁，我们谁进来就砍谁。阿基跑了哎、欸。阿基跑了。我们阿基跑了、啊。到。那我们找不到。啊，这边怎么了？还是我啊！
我刚好变身了，我刚去左变身。我可以变，我可以变，我可以变。刚刚等我一下。突然阿旺死掉了。我可以变了，我可以变。我要滴着他记得死。刚刚发发跟 Bobo 在左下角啦。哦，对。我是繁星。哎，我可以变了，我刚变了哎。我说我是繁星、啊。哦，白痴哦，吓死我！我想说我。我是繁星。好，我要变一下，我变一下，我变一下。那这样子我们要去找他们两个哎。耶。那用进来左键。左键再点一次啊，左上那个。你那个 Shift 按两次。第一次是，哎、哦，有了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第二次是变身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刚好变了。找爸爸吧。我这边呢。两招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雨，小雨还演吗？演吗？不是啊、小雨，你知道我们刚才怎么样吗？我刚直接走一走，我就突然就被垃圾倒了。小雨，你超夸张哎！认真，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绕跑的时候，又上那边在说，哎、欸，你看我可以变谁？我可以变谁？我想说，我不能变了。小雨看到我超慌张，然后后面他一直问我说：“你能变身？你快变，你快变！”然后他就变到我可以变他为止。然后我们出去要找人的时候，我们遇到小雨，小雨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：“我。”我们那边在砍警察的头巾，你在警察林检吗？我不是警察林检，我的电影就死了。对啊，我还没到，我在想说，我要在角落杀人，还是我要在一群人杀人？就走一走，突然跌倒了。你死掉了！你好准哦、啊，你好准、啊，那超准哎、欸！哦，小雨啊，你连坐。天哪！哎、欸，我讲的资讯都是真的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在忧伤啊。没有，你这个秃鹰被然后被我们其他警察抓到了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一个尸体都没有吃，我没有吃。我想说，我看到谁我就刀啊，看到谁好刀。哎，我这个力量就被团团倒了，一样的，两个人，就是你们两个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。好的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可以休息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今晚阿米狗就到这啦，啊，好混。好气哦！刚走到冲进去了，我以为哈基是好了，不是，我以为那个阿旺是猎鹰，哎、欸，因为刚刚想说有尸体，他跑第一个，哎、欸，就是刀了之后马上跑那种感觉，又不是，我想说哈基应该不会刀人吧，很相信他就是哈基才是猎鹰啊啊，难过，可惜了，然后刚刚躲离法院那边，哇，刀太快了。好、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那我看一下啊，对，那个谁有开台，我们再去试昨天的古灵的台。火车上面，而且不是。啊对，那个是那个麻薯山丘那个啊，那个就是我说声音很好听的那一位。然后第二个王子是古灵台，哎，这两个可以挑一个去看。第一个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啊，第二个是那个呆呆锵锵的啊，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放心，两边的台我都会看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